比赛看谁先出来啊！他们现在进就可以进，我要进的话还要等个几分钟的。他说开门都没有带，他有项链，还那个东西干啥？项链都用不完，钥匙，哦，可以进了。108，你出来了没有？快点给装备给我。安琪，我怎么就不算个人呢？真是的，哎，我不算，真是会说，快跑！108，你出来了没有？现在没体力了，要等一下体力。就是刚刚那个有一个怪，应该用小体力的。有好几个，下面有个人说有好几个都应该用小体力的，是吧？
有十字架。安琪，他们问你有没有十字架？什么？他问你有没有十字架？有啊。主要是跟他们刷九星，他们都没有勇气服食。我平时一个人刷的话，就配合得很好。安琪，你问一下，你看一下。所以我又要省体力，又要省那个什么？你看一下六月的家属叫什么名字？你们快过来！还在门外面，我没换装备，你先开吧，我可以不用过去了，还没进去嘞。要你爸，你快点出来呀、啊！怎么这么墨迹来的？他又要跑小号，又要打那边。多忙啊！谢谢，把授权打开。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把授权打开？钱都给我也好。授权。这个倒没试过，为什么把授权打开，鲜血就不会乱跑了？好了，现在可以打怪了。对对对，我来救一下宝宝。然后打第二只，然后再打第三只，然后打第二只嘛。我来啦。被吸上来了，完了，我要狗双星，不能让它挂了。怎么会被吸上来啊？我都是过了几秒钟才跑过来的。真是的，挂了吗？老是要洗我，我马上就来了。没有，你就要站在这里炸他。等等我嘞。
好不容易跑来了。等你过来，黄花菜都凉了。有个六星。还有六星？还有六星吗？六十二，呀，别死了。
随心。我设置好了，血献完了就变成一点血了。你跑过来给我一献，我的血就多了。我还要用玫瑰之杖。学习你别过来了。你别过来了。为什么现在上不了十三万攻击呢？哦，有时候十三万，有时候11.8万，有时候12万。要不要打宝库啊？我不喜欢打宝库。我体力还没到啊。安琪是不是在那打的？嗯，在那里他打不到我嘞，我也不会被吸过去。这前面的话就要卡着打了，后面其实都无所谓。这里要站在这边上打。呀呀呀！我被动了。然后那个这个怪就要卡在箱子这里打，我没体力了。要死了。还有点血。
那个要站在那里要等几秒钟打的，不能一过去就打，等几秒钟让他安静一下再打。有没有那个那什么东西啊？有没有复活的？刚刚那个靠在箱子那里打的那个怪要站在箱子那里等个几秒钟再打。你一过去就打，那个三个怪都会动了，很容易挂的。好了，现在去打杜君了。死呀死呀死呀的都死会了。哎，这个机关被谁给开了？108，他硬着嘴还能跑来开机关。108是你开的吗？108，你太勤快了。你在队伍里面聊了，他看不见的，他把那个队伍关掉了。你爸把我宝宝激活一下。飞什么鸽子啊，打得这么菜还飞鸽子。反正我不过去嘛，看也看你菜。你看我们团来很多人呢。对啊，刚刚学了一招，人家告诉我这个冰山说的，把授权打开，献血就不会跑了。真的哦，真的不跑了。你看我好卡，我点一下献血，半天才出来另一个。那些说我打得慢的人呢？我们这是在教你们的步骤，不是教你们速度。一般人我还不喜欢教他打，现在。像我徒弟天天喊我教他打九星，我从来不带他，这有什么好教的呢？把他教会了，我吃什么去啊？再说了，教他又没好处，对吧？我自己还多累啊，浪费口水，浪费力气。得罪我徒弟，我徒弟不怕。我徒弟来了吗？好像都没来，不怕。教会徒弟认识师傅，其实我也不靠这个吃饭啊，靠这个吃饭早就饿死了。我一天就打两次九星，有时候一次都不打，不然的话我包里也不会有那么多钥匙啊。我今天的钥匙还没领呢。心念，你发的什么？想学的会先跟师傅睡，这个是说男师傅好不好？不是说女师傅啦。这个
要是做女师傅的话，女师傅多亏呀、啊。哎呦，最怕打伯爵了。108给我加下勇气。哎呀，我去，被吸上来了，惨了，完了。过来劈了两下，怎么就把我吸上来了？宝宝都挂了，没来得及收宝宝。不要过来了。你要过来也要被吸上去了。108给我救一下，救一下宝宝。宝宝也挂了。是被吸上去的，不是被混乱的。混乱的可以捡东西，吸上去有什么办法吗？对呀、啊，我们区开了不到三个月。刚刚被吸上去的那一瞬间还没有混乱啊，要吸上去的一瞬间就把它给劈死，宝宝给解体就行了。有几个灵魂呢、啊？一二三，就三个灵魂呢、啊。没有月光，我在这个区就打了两个月光。看一下那边机关，
解说的肚子饿了。嗯。解说。解说员呢？在偷懒。解说的肚子饿了。这个四是什么？花魔？你太现实了吧！现在。哎呀，好卡呀，把我的又附体了，气死我了。不卡就不会有机会复生了，就是因为卡它就有机会复生。就是，你别跟西莲一样，不会就是不会。哇，直接被吸过来了。劈到小怪了，浪费我一个体力。哎呀，我又卡了，加不上血。差一下呀，没体力啦。我来。在哪呢？我如果不卡的话就能把它甩掉啊，真的是
还没死啊？在你旁边。搞定，还是我猛一点吧。哎呀，呵呵死了。是不是很威猛？一刀就秒掉了。东哥怎么知道我带的装备啊？思念，你就还不忘片鲜花呀，真是的。随心你想干嘛？听说这样恢复体力快一点。是蛮快的耶。这么多人在，你也不低调一点。他们叫我放下他。你过来劈两下大马就回去啊。哎呀，绑住了！他会 hold 住我的。我把大马甩掉了吗？没跟出来啊，根本就没出来，好不好？那就甩掉了。哎呀，好冷啊！我也好冷啊。抱一抱就不冷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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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体力恢复好啦。嗯，你是个好人。打死这个死大马。还有多少血？看不见。为什么攻击才这么一点点呢？你才8万攻击，你是不是少合体了一个宝宝啊？死了。有一个两个啦，怎么三个？这里没关系的，这里没关系的。多少秒啊？我没看到。四个灵魂。2300多秒。2200多秒，还不到2000，2300多秒吧？你让西念看一下，还
还有个蛋。哇塞，我这次没挂。可以卖100多万金币烂礼包。宝宝又挂了，那个九玉，你说话注意文明哈，等一下被封字了，别怪我。我那一天打了4次九星就爆了3个25星，我觉得有时候运气好还是有一次打九星运气最好的一次是打骑士打了2个6星，然后打伯爵打了一个12星，打杜君打了一个月光宝盒，那天。